失去挚爱的神探医生，敏儿已经死咗啦！呢个事实一定要面对。我好清楚我自己做紧。深陷悲伤的他，要如何解开罪犯深层心理，找出破案真相？前归男婴的第一个事件，凶手真正就是，即系凶手同一个人，系连环凶手。杨怡、冯佳慧、黄智贤领衔主演，《人心解码二》就在晋阳戏剧台。